侗族大歌是贵州第一个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也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阿卡贝拉。从2500年前传唱至今，今天我就循着歌声走进神秘的贵州肇兴侗寨。情郎哥哥他在唱的这一首《琵琶歌》，那有没有情郎思念这个姑娘的歌曲？那能不能教教我？可以啊，我就先带你们去搞一下我们侗族的小伙的一生行头。太好了，走啊！这位呢，就是我们侗寨的歌师杨老师，那您呢也可以叫他阿莲哦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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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来到我们侗寨啊！我们侗族的话，就是一个饭养生，歌养心，以歌传情，以歌会友。比如说，我们上山有山歌，下河有河歌。千百年来，侗族靠口口相传，用歌声代替文字，传承着民族的文化与历史。两小光一梦内，两小光一梦内，梦内，对，梦内。这个是侗族的琵琶是吧？啊，对对对。哦，我也想学一下啊，稍微感受一下。来，谢谢，学一下吧。对对对对对。我刚才也听到了各位老师的嗓音条件都特别的好啊，声音特别集中。有没有什么侗族的秘诀呢？我请教一下。其实呢，我们有句话说“侗不离酸”，什么意思？侗族的话的喜欢吃酸和辣的，可能我的嗓子有的时候唱的话有点火辣辣的，可能就是因为辣椒对吃。歌师告诉我，侗族大歌的灵感就是来自于他们的日常和大自然。要听懂侗族大歌，首先要听懂他们的生活。老板有什么特色？有酸汤牛肉粉是吧？对，给我来一碗加酸加辣的酸汤牛肉粉。师傅跟我说要加酸加辣，这样我的嗓子才像他一样那么清澈。就绑那个那些没有绑到的位置就可以稍微绑一下。蜡染是一种传统的民间印染工艺，繁复而又规律的图案呈现出来一种带有韵律的美感，竟也和音乐的节奏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找个通风的地方把它亮起来，晾干就可以了啊。这是我们侗族人男女双方表达爱的意思，对你对女孩有意思的时候就把它丢上来，女孩子对那个男方有意思的话，等一下就会放一点糯米饭在里面，他进来捡那个悠悠，我们就会把他那个脸抹黑。夜晚的侗族鼓楼最是热闹，侗族人聚在一起围着篝火载歌载舞，侗族大歌没有伴奏，没有指挥，也许音乐并不需要那么多框架，那么多束缚，人生也一样。